乔乔，我想帮你，不只是暗地里的帮忙，而是正大光明的陪在你身边。我陆锦年的女人不需要你关心。没想到秦总藏得这么深。锦年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陆姐姐，你放手。乔乔，你知道今天根本就没有杀锦年，他就是单独找的你，是吗？还有你那个女网友 Q， 你早就知道他是谁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原来你进组就是为了他吧？锦年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当然不是这样。没错，他是因为我才进组的，我也是因为喜欢他，所以才邀请他来。乔乔，我们走。他没说跟你走。陆锦年，你根本不配跟乔乔在一起。不是这样的，锦年，你放我下来！乔乔的幸福是我来创造的，最好给我离他远点。还有那个 Q 的存在，我也会让他马上忘了的。抓得越紧，逃得越快，陆锦年。你还不懂这个道理吗？你干什么？抱歉，我得冷静一下，我们都得冷静。今天一鸣哥的事情让我太震惊了。他什么时候从秦总变成一鸣哥了？这不重要。相当重要，你什么话都跟他说，你是不是对他……我跟他就只是普通互相关心的朋友，绝对没有其他。那秦一鸣是不是有你什么把柄，所以才要挟你跟我离婚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和一鸣哥无关。